兄弟们，赶紧出门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出门干点啥呢？ADC 是吧？妥了，直接过来查个眼儿啊！查完眼回家，不错，先拿了个人头，瞎子应该也得回家了，我估计他让我们打没血了。虽然他没血了，他回家了，但是他要打这个红肯定也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赶紧过来啊，赶紧来到红 buff 这边，看看能不能抢他一走红。我看见他们家 ADC 出来了，往红边这边走了，我们赶紧过来啊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，立刻马上杀了过来，打个跳弹，1000多滴血，瞎子学的抠，别着急。OK， 给他拿掉，就是这么恶心人，哎，恶心人，瞎子可能要在下路买海景房了，但没有关系啊。打不了一手，点，我有红，跟他点，再点，打不着，插针眼儿。点 W， 再点，耗死他，看看瞎子打啥去了啊！打蛤蟆去了啊 ！W 耗血，谁上来点谁。还在这一待一卡，他都没有办法，他都没办法补刀。他如果再敢上来，我们直接一个 W 加点炎，这 ADC 死了。我知道他没有加血。W 一下，这晚猴可能会闪现 E 我们啊，小心点。再点啊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。先把板猴杀了，他们家交的加血是吧？行啊，想扣死我？那怎么可能呢，小伙子？给你个 W， 这你不闪现杀他？我靠！那板猴的英雄指定得闪现 W 我们。我给你踩个雷，你又能怎么样？给你个 W， 点一下，没血了吧？没血了还皮呀？小心点碗猴啊！这碗猴现在没有闪了，我们随便点他。给你俩一个 W， 回家吧，兄弟，走吧，这波可以撤了。一会儿蛤子来了，再把我们俩给杀了。走走走走走。买错了，我他妈买了个反甲。这把要想压制住对面，还是得。先买一个这个死刑宣告啊，没事，对面的线推不过来，正好放在这个位置。让他轰然倒下！我的头盔怎么没有啊？怎么能让我的头盔能有啊？
先摆两个眼儿，把这针眼儿排了。很 Q 五不好使啊，这头盔自己又出来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出来了。咋的呀？蓝枪往上来啊！来，把这 ADC 杀了，来回头，喜欢回头，好，喜欢回头，那就闪现杀 ADC。你干啥呢？耗个血，不能点了啊！这波不能点他了，这波得点塔了。点他，你上来我就点。哎 ，W 一下，点，给你扛个塔。兄弟，我是真搞不懂你到底是怎么让他进得了丝儿的？你是怎么让他进丝儿的呢？这个失误，我操，可还行啊？我们不用回家的，这回家也干不了事儿。跟 ADC 对对线，看看瞎子来不来啊？这个瞎子在野区已经销声匿迹了吧？对面 AD 四十刀，我们家 ADC。六十刀，还行啊。插个眼儿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搁这藏着干啥，藏吧。你对，我们就控线啊，我们现在跟着卡莎就控线。等会儿啊，他敢出来我就直接打他。天哪！俺俩就杀这个就行。突突突！你刚才咋不直接飞呢？吓我一跳都。那一个四级的破碗猴还闪现一，你一你妹呢？你搁那一？你大意吧你！推呀！这咋不推了呢？这可以推，推了得了，推了回家吧，我没血了。呀，我怎么回事？先来个三速海啊！人性
并不是一种缺陷。我们也得去趟中路了，我这一瞅啊，你说那瞎子前期连个红都没有，怎么能跟蓝枪一个等级呢？你就直接给我干他来！什么装备呢？我都不知道装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，你有什么好装的呢？你说，我可罩着你了啊，小伙子！我看你往哪走？哎，可以。我们家上路好像不太行，但没关系啊。这落手这个东西，遇到我们，那就纯的就是弟弟。把对面的野区给他照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然后针眼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到底插哪？针眼搁这儿呢，算了，往这儿插吧，这个眼往这儿插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瞎子还敢往下走呢？我没想到啊！啊？你还敢往下走呢？给他开个鸟，别没视野了。W 收了得了，早不飞。中，剩下的靠你们了。我给你们捡个树，扛个塔来。我塔杀问题不大，你们要杀不了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买个这个，把药给他卖了。我没有鸟帮你们了，兄弟们，尽力了。我不去呀，你这干啥呢？等我呢？哎，这 ADC 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没视野，知道吧？他要有视野，他绝对不会这样走。他这就是没视野。下路这个眼不用查了啊，我们一个人查这儿，一个人查这儿，一个人查这儿。这样对面就没有地方能来我们家下路。所有的地方全部被我铺满。他从塔后来，我有这个眼，他从这边来，我有这个眼，他从中路来，那我确实没办法。我可以飞个鸟，甩个大试试看啊，能中就中，中不了就拉倒。这人怎么的呀？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回事？你是觉得你是无敌了是吧？啊，这人，你知道我射程多少？哎，我膈应你！哎，我点。我减速，我点，突突突，
突突突 ，W 一声。这碗猴啊，确实是行吧？这碗猴，俺俩玩不死这落手兄弟。干哈来了？看戏来了 ？W 一下，这没办法啊。哎，折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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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反正你点不着我，你点不着我你就定不住我。哎，折磨，回家了，不搞了，折磨。折磨。哎，不打了不打了，没蓝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回家我们帝国指令。反抗不是徒劳，而是人性。无人机已部署。小龙，我给你开个视野。直接射一箭啊。没中算了。哇，你的虚区好高哦。去对面野区放眼。别。把塔点了 ，W， 你干哈呢？守我呢？怎么还守上我了呢？这干哈呀？这中路对狙啊？对吧？我他妈的，你还跑过来他妈跟我对狙？我打死你这个点呀！给我气完了，给我气的！哎呦我这狂风之力，我没想到啊！这小破 ADC 还跑上了，一个 W 就空了。嗯，给我气坏了，给我有点生气了。下回不能这个样子啊，下回不能这个样子，注意点，有点上头了。去保一下我们家 ADC。折磨，折磨，你亮屁呢，兄弟！你亮什么？你真当我没虚区？我67法强跟你玩呢。我这大招一个大招打267，1.0法强加成，跟你闹呢。还亮牌儿？谢谢。
永恩应该是人没了，让我们默哀。这应该是有闪现，瞅这样啊，就应该是有闪啊。慢慢 W 他们，折磨他们 ，W 走位啊！可恶，可恶的晚豪！在他们家，只有一个人能杀得了我们，那就是蛤子。那人家闪现那也没办法，一会儿先把蛤子杀了，我们再折磨他们。我看对面是想打，咱先射一手，中维克托 ADC， 看你们的了，兄弟们。折磨，哎，回城啊，回呀、啊，回，回城！你要是能回去，我就不叫拉链汉。几个人啊？能要后啊？晚豪出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嗯，谁给我定住了？我怎么办？给我收 ADC。感觉这把其实并不是那么很好打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落手啊，好像我们家人有点打不死。这个卡莎没啥虚区，这有个蛤子，快快快快快，鳄鱼！这蛤子怎么回事呢？你就真让人给抢了呗，兄弟，这也让人能给抢喽？嘣！把蟹拿了，兄弟 ，W 一下，再 W 一下点。哎，跑的倒挺快，没事，这晚豪让他来倒一下啊，来 W 一下，插个眼儿，飞个鸟，再 W 一下，这维克托打人有点疼，咱们家 ADC 没来不行啊，来 W 一下，减个速，飞个鸟，造型不错，兄弟，来 W 一下，闪现走。打个眼 ，W 减速，我操，这么痛啊！一枪打了我多少血呀、啊？这个409，有这么疼吗？再拖十分钟，维克托 QA 秒你两下子，那我能咋整啊？那出门就干，我们也不想拖呀，那咋整？那只能跟队友干呢，那没办法，干就干吧。大龙做做文章吧，兄弟们，行不行？咋了？香烛没用啊！嗨，香炉没用，那别的就没啥用了。这把我们需要一个跑得快的装备，比如说板甲。只要你拒绝服从，你就仍然算是人类。嗯，这什么意思？
鳄鱼下去了，鳄鱼冲进来了，鳄鱼把他们全杀了。来 W 一下，点插眼，点盐 W 往哪走？有闪现没关系，回头来杀落手。飞鸟 W 减速，再点再点 W 打大龙来，还打上大龙了呢？我看看，这么神奇吗？还在打大龙的呢？立功了啊，鳄鱼！飞吧！我给你打一招，打不了一下。你看我附加的伤害打了多少？猫这种动物不需要洗澡。咱也没经常洗，咱们三个月才给它洗。半年、一个月、三个月都可以。就也没有一个月吧，两个月左右洗一回就差不多。冬天的话就是洗的少一点，夏天洗的多一点就行。冬天半年洗一回，夏天两三个月洗一回就行。你看着刚拿点优势又全死了，那不是团吧兄弟们。来鳄鱼，俺俩打个龙，打不了一下，再打不了一下，再打不了一下，好射，再打不了一下，中呀，没中。鳄鱼快跑，鳄鱼人有点多，鳄鱼快跑，点 W 留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 W 留一下，飞个鸟来 W 留一下。这人以为我在刮痧，其实他不知道我们是在恶心他。快点，小龙打了，这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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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这怎么办？救救！哎，好阿三，再见！让我留住了他们！快快快快快！这波不干，这波不干就没机会了啊！快干快干！给我冲！一个都走不了啊！拿下，直接一波。你说你老 R35 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咱又没啥用，我就打个减速，整整 buff 啥的。你干啥呢？闪现了吧？别着急啊，这落手可能有闪。小心点，我们就给减速，也别给他机会闪。哎，这怎么没有人给我挡一下子呀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给累步了，哈哈，快走快走，该走了。
我要给减速，没事。鳄鱼别冲了啊！该回家了，差不多了。这碗猴是从哪来的？这碗猴，出一个板甲，这样我们跑的就快了。又跑的又快，追不上我。该打大龙了，我们先把大龙视野做一下啊。中路插一个线眼儿，然后这个地方给一个，这地方有眼儿，这个地方给一个，这个地方得给一个，一共这么几个眼儿，差不多了。我们去烧一烧，让对面排不了眼儿啊。哦呦，来射打大龙，来大龙，碗猴点 W 闪现斗，先把碗猴杀了， W 一手快跑，跑完先飞个鸟， W 一下上个落手来减速，恶心他一波。给这个 ADC 不行科普一下吧。对，一个人最多就插仨眼，我不是不插了，我插不了那么多。